给你们做一下演示，我们这个 N55 发动机中缸打胶水。首先我们第一个用到的是我们这个胶水的喷嘴，两边各有一个喷嘴的孔，装这个喷嘴的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，这边我们在装这个喷嘴前用高压气枪然后对它吹气，气以后的话这个两边这个位置前油封这边的孔嘛，前油封这边的孔，两边的孔，孔里面一边吹这边要有气出来，然后后油封这边也是一样，然后我们把那个喷嘴按上，用榔头稍微敲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装进去，然后用我们这个液体胶水，用专用的胶枪，普通的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胶水已经出来了，打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封堵，这个封啊，自动的，看到吧？然后这个涂上之后多漂亮！这个 N52、N5、N54 发动机的中缸胶水，你们打对了吗？